对的，今天其实这个 highlight 呢，就是我们凡是来到这里买屋子的人，只要你 submit 你的 booking form 在这边我们的 service counter， 我们就会有这个1200块的奖金给你们每一个人。这个是怎样参加的？很简单，只要你拿你的 booking form 过来，我们复印了，帮你 fill in， then afterwards 我们就会做一个 lucky draw， 在29号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 lucky draw， 然后就让大家的可以有3个 winner 可以赢取这个1200块的这个 fixed deposit 这样子。这个 winner 的这个奖金呢，其实是由我们的 BSN 来 sponsor 的 ，BSN 是我们的 sponsor， 然后大家就可以，如果有更多想要知道关于到这个奖品的话，可以去到 BSN 的这个 booth 来去询问更多的资料啊。谢谢，欢迎大家来看哦。是我们的 industry warehouse 啊，这个在这个2022年年头我们 launch， 所以这个那 industry 呢，在槟榔帮这里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点了，因为毕竟现在 industry 是政府很难批准在那 industry， 在尤其是这么 prime 的 area 的地方，所以这个还有我们这个是我们刚刚年头我们 launch 啊，已经卖了超过一半，卖了一半，而且这个很 exclusive， 大间罢了，在裕民小学附近，东湾 area 槟榔帮。所以这个不错，如果顾客有兴趣可以支持我们这个 project， 谢谢你，欢迎你们来我们的 booth 啦，69号我们也是有卖公寓在槟榔，and then 这个是我们的 overall 啦，我们的Park and City 的整个 project， OK， 我们这边有现在开始卖是88间的店，